信吧，这就是人生。这马桶全新的，有问题再跟我讲。好的。我们热水器刚装好了，有问题随时跟我说。好的。我们这边天花板都有做隔水，不用担心会漏水。可是哦，有问题一定问你。怎么那么乖？房东叔叔，你怎么对我们这么好啊？因为我把你当自己小孩啊。啊！变冷水了啦！为什么冲不下去？热水器跟马桶又坏了，天花板还一直漏水，到底要不要来修？您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，出声后开始留言。如果要缴房租的话，请按一。我要退租。这房子哪找的？也太美了吧！找房子有什么难的？路上电线杆随便找找就有了。找不到房子嘛，好看的都被租走了。就跟你说，上五九一找你不听，这间房子就是在五九一上找的、啊，上面有超多可以挑的。这是业配吗？对啊。你是不脏呀？我没有。林德叔，你看。你是不脏。动你了吗？小整的东西啦！哇！啊！哇！怎么样？你今天够劲了吗？我们有缘了，我算你5000块就。5000？这么漂亮，交通又方便，我真是找房的天才！谢谢房东。啊！你家好像特别冷哎。而且东西常常会自己动啊！啊！就叫你用五九一租，你不听，那快点用五九一啦！看，选择超多，还可以线上预约看哦。时间不错哎。妹，这边有你包裹，先收一下哦，谢谢。大楼管理员真好。嗨，管理员贝贝。睡着了吗？这不是我的包裹吗？我的零食箱少了一包。大哥，可以帮我开个门吗？大哥，谢谢。